刘嘉玲在圈中人缘甚广，又出名对好友宠爱有加。适逢好友雷磊生日，早前五月曾出席 Turbo 色货2013慈善开幕礼的他灵机一动，即相约一众好友，包括关之琳、钟镇涛及女友范江、贾静雯、丁子高等，一同到澳门欣赏 Turbo 色货，顺便为好友雷磊举行生日派对，更得 Turbo 色货史无前例夺身定造生日特别环节，为好友带来无尽惊喜。Turbo 色货是亚洲唯一柔和性感歌舞和高难度奇异与当代舞蹈之非一般娱乐演出，全长70分钟的诱人表演令在场嘉宾都热血沸腾，掌声不断。演出期间，半裸肌肉型男舞蹈员在台上捧出特制生日大蛋糕，并到台下为寿星李李献吻，刘嘉玲等均大赞表演火辣精彩。秀后更与 Turbo 色货型男女歌手 Cassie Moore 及吞剑纹身女郎 Lucky Hair 合照。刘嘉玲兴奋地表示，今天很开心，终于可以欣赏到如此精彩的国际级演出。Turbo 色货是一个非一般的娱乐演出，挑战观众的原始愿望而又不失其艺术观赏性，并且成功为亚洲观众带来崭新的娱乐体验及感官刺激。作为艺人，我深深受到启发。当真 hand to hand 的一幕，通过高难度的形体动作互动，细致的演绎男女之间的爱情。再者 Lucky Hill 的吞剑演出惊险刺激，令观众叹为观止。当然，最开心的是可以和一般好友欣赏，所以更觉难得。